是的，这次专案的成效效果非常的好。那我们针对下一季呢，我们有做一些方案秀给大家看，稍等一下哦。我的电脑怎么黑画面啦？惨了啦，开机也没用啊，惨了，我的资料都在里面，肯定开天窗了。遇到产品使用问题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吗？别担心，只要拥有 Lenovo Premium Care 尊荣家用服务，为您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免费专线技术支援，还能预约次工作日到府维修及免费快递收送维修服务，用最快的速度唤醒您的电脑。电脑处理好了。所以我的电脑是发生什么问题啊？其实你的电脑就有一个问题。就是没电。谢谢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另外也享有年度 PC 健检，让 Lenovo 守护您的电脑健康。最好的售后服务，最好的技术保固，都在 Lenovo。